继续来看总统蔡英文破天荒第一届到台北一控一大楼来视察到台湾证券证交所，嘛做伙来庆祝到证交所60周年生日快乐。啊，这个台北股市近七年创下着新高，每一个股民平均册赚100万。蔡总统讲，牛年也未到，但是牛市已经先来了。头一摆有总统的顺势，台湾证券交易所的员工合唱团带来经典的歌曲《四季红》，欢迎蔡总统。都拄着证交所成立60周年，蔡总统甲大家做一切技能歌。上星期五股市已经顺利封关，所以今天呢，我特别来到我们证交所一趟，就是要谢谢大家辛苦，确保了股市运作的顺利。现场嘛，中现伫公司挂牌才有的擂鼓热心，今次年台股上悬到16238点，以开户数来算，小股民平均赚100万，今牛年敢有法度搁再起？可以肯定的说，牛市已经先到来了，团结防疫，让牛年牛市大发。证交所的董事长柯中尧伫电子看板前为总统做干部，嘛提醒大众投资拢有风险。投资本来就有风险，能够居安思危也是一件好事。我们在年后会更强化对于年轻人在投资教育上的宣导。蔡总统顺势为资本市场注入强心针，就看台股伫今年开盘后，敢有法度继续起？